我把这窝子留给你，你在这踩，我再找那个。这是我的第一视角，大家看到的画面和我眼睛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。看，小真蘑全出来了。这儿。老牙都着急了，你万一采蘑菇，哎呀，这太漂亮了！我走，我上下边看看。你这档好的采，不好的就不采。碰上了你，哦吼我啊！看这小蘑菇头，都开始在发芽的状态了。只要是拱头了，这就一两天的事儿哈。今天就是被我老爹支配的一天，刚采完那一片，他就，哎呀，又哦吼我。不过看着老头把窝子给我，然后他又走了。啊！哎，家伙，这堆没采完，下一堆又等着我了。这一堆的蘑菇，那视频里招聘上山掘蘑菇根的，大刀了，俩采蘑菇干净。哎呀妈呀！不行，自己夸自己啊！嗯，咋树上那小的就留着了？我的半兜儿，你的是一兜儿。嗯，快踩吧，让大毛子保护你啊！这小坨子，这里边没有七年多，哎呀，这嘎多！你看这个小树，这么点儿的小树，它也能接蘑菇哈？啊，接的蘑菇还挺好。多好多像样，今年期待一下猴头大丰收，看看这看上两个。我老爹说现在太小了，不值得一购，反正这块我们也总来，我们再来购。看看我爸的守卫军，给他累够呛。你从这站走，马上这个山里毛毛都知道是谁是老大，他都不跟着我。我刚刚还给个肉包子，他都不跟我。今天领着他们这帮小崽儿啊，直接奔着这个蘑菇窝子来了，看看有没有蘑菇。你看，小蘑菇崽。看看我爸发现的这一撮小真蘑。太小哈。嗯呐，我们上山采蘑菇，成功的演绎了什么叫撅腚猫腰。嗯。什么叫吭哧瘪肚？像我家是就是吭哧瘪肚。嗯。什么叫五鸡六兽？五鸡六兽，这蘑菇就是五鸡六兽的。为了以后更美好的生活，撂蹶子干吧。老爹让我们放弃这一片真蘑，他说都有点不好了，不让我们采。哎，来了！这真蘑他都不让我们要了。大毛来接我了，走吧，带道。这个真蘑是白杆杆的，真好。这个蘑菇是真漂亮，看看。草真蘑就是这样，杆儿特别细，这个片儿薄。哦吼，有啊，我这有。我看看你的，哎呀，你的也行。我那个底下有点黑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不太好看的。对。这样多漂亮！你说这小蘑菇一条条啊，我们就乐意采这样的。满筐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能背动，你挨那累干啥？我要背不动了，我就给你了。我也能背动。哎呀，我也能背动啊！哎，快点，你放我筐里。我回家给你。我不要，谁背是谁的，我不稀得。再多我就给你。快，你背那些就行了。对，你快点吧。哎呦我天！连着你一起背着。行行，嗯嗯，你搁种呢？来卖货卖成瘾了哈，太多了吃不了，要少来无去分不就完事儿了。你那包车筐，我拎着，多钱心里的？两块，就自己家的里的。嗯，尝尝。看这雪在卖啥货的周围。多热闹！这个咱家有，这川地龙、灵芝，这是啥呀？野生党参。啊，兄弟们，你看大骨头。
那野生你拿了，这是真正的野生百合，种植小细杆。那是花鼠啊？油吗？哎呀，对，对你给他照照这玩意儿，你看这，你看亮的不行。看着野生的沙耳，沙耳就是拌凉菜吃，像猪耳朵似的。看羊肉黄，这个吗，叔叔？生金草。生金草。嗯，生的是辛苦的金。其实山上里的老多宝了哈。对，就是人没利用。啊，对对。看看，但凡是野生山货都没有多的，都一小堆一小堆的。这边是卖早餐的，这边都是卖小货的。刚来，这是桃李子，卖李子啦，自家李子，拍地上挺开心哈，我咋就卖了10块钱？看看，还得是卖山货，到人搁这块儿，大家都现在比较养生，喜欢山货。你看这一堆儿挺值钱的，它堆儿小，但是它值钱，全是珍贵的，山珍山珍。我妈这开两秤卖10块钱，人那块要开两秤都得2000。对，包了啊，大姑父。吃里的没给钱，没有看一下要去，我拍下来了。这是昨天赶完集，你看看早市上空空荡荡的，买货的没有卖货的多。你看现在都没有啥人了哈。刚买里子啦，阿姨收摊了。阿姨，这你晒土豆干？啊，这两兜。家里还有啊。你看搁这切豆角丝儿，哎，今天酒没卖，但是活干了。对，豆角丝儿切完了，也行。今天干了就来卖豆角丝儿了，多好啊！然后咱也干什么？今天天里的卖了一些，剩下没有包了的哈，咱就碰个包了的也行。也不能天天让你碰上呀，哎，卖卖货吧。全是卖货人，收不收了？收，那走吧。虽然你看我们没卖多少钱，好像，算是这个市场里面收益还不错的。嗯，我们开了3秤，然后一共是卖了14块钱。旁边好多他们都是没开壶，连壶都没开，连秤都没开。但是市场上真是哈，不像原来了。原来东北人买东西那都一兜子一兜子提，然后现在的话都几个几个拿了。还卖吗？卖的宰。哎妈呀，还剩了一些。对，还宰着留着吃吧。尝尝尝，回头钱。这得啥挣钱？大家伙给参与参与，又好卖又好那啥。对，你看咱种的。还省事儿了。